在12月24号还是25号，广电总局开了一个，在制片人协会和制作人协会开了一个会，已经解决了，就是网络剧以后不再是制作出来自己审查的这个模式了，要和电视剧是一样的，先审查，先报批，然后再来上架。因为现在所有的网剧都是自己做，做完了你就往上上，告诉说是自审，但是你没有说这个尺度啊，就都上了，于是就出现了很多的戏，反应比较强烈的现在都下架了，现在重新已经这个事儿已经定了。本来我也是要提这样的一个提案的，但是这个之前已经解决了，以后就是得一样，就是先审批，先报批，报批完了以后制作完了以后审查，审查完了以后上线，没有再说是你自己想拍什么拍什么，拍完你就往上上，没有了。现在他现在那个呢，不是正式的，正式，这是广电总局电视司司长，他是在一个新闻发布会啊，不是正式行业内的那个，不是那个哈，不是说现在有两个，现在还出了一个另外一个，就是行业内的一个，就是提示你说电视剧你什么拍什么不能拍，这是属于行业的。我刚刚说那个李金盛那个属于他是代表广电总局的，这是两回事，行业内和广电总局的官员是发表的是不一样的。在12月24号还是25号，广电总局开了一个，在制片人协会和制作人协会开了一个会，已经解决了，就是网络剧以后不再是制作出来自己审查的这个模式了，要和电视剧是一样的，先审查，先报批，然后再来上架。因为现在所有的网剧都是自己做，做完了你就往上上，告诉说是自审，但是你没有说这个尺度啊，就都上了，于是就出现了很多的戏，反应比较强烈的现在都下架了，现在重新已经这个事儿已经定了。本来我也是要提这样的一个提案的，但是这个之前已经解决了，以后就是得一样，就是先审批，先报批，报批完了以后制作完了以后审查，审查完了以后上线，没有再说是你自己想拍什么拍什么，拍完你就往上上，没有了。现在他现在那个呢，不是正式的。正式，这是广电总局电视司司长。他是在一个新闻发布会。不是，正式行业内的那个，不是那个哈，不是说现在有两个，现在还出了一个另外一个，就是行业内的一个，就是提示你说电视剧你什么拍什么不能拍，这是属于行业的。我刚刚说那个李金盛那个属于他是代表广电总局的，这是两回事，行业内和广电总局的官员是发表的是。总局开了一个，在制片人协会和制作人协会开了一个会，已经解决了，就是网络剧以后不再是制作出来自己审查的这个模式了，要和电视剧是一样的，先审查，先报批，然后再来上架。因为现在所有的网剧都是自己做，做完了你就往上上，告诉说是自审，但是你没有说这个尺度啊，就都上了，于是就出现了很多的戏，反应比较强烈的现在都下架了，现在重新已经这个事儿已经定了。本来我也是要提这样的一个提案的，但是这个之前已经解决了，以后就是得一样，就是先审批，先报批，报批完了以后制作完了以后审查，审查完了以后上线，没有再说是你自己想拍什么拍什么，拍完你就往上上，没有了。现在他现在那个呢，不是正式的。正式，这是广电总局电视司司长。他是在一个新闻发布会。不是，正式行业内的那个，不是那个哈，不是说现在有两个，现在还出了一个另外一个，就是行业内的一个，就是提示你说电视剧你什么拍什么不能拍，这是属于行业的。我刚刚说那个李金盛那个属于他是代表广电总局的，这是两回事，行业内和广电总局的官员是发表的是不一样的。在12月24号还是25号，广电总局开了一个，在制片人协会和制作人协会开了一个会，已经
解决了，就是网络剧以后不再是制作出来自己审查的这个模式了，要和电视剧是一样的，先审查，先报批，然后再来上架。因为现在所有的网剧都是自己做，做完了你就往上上，告诉说是自审，但是你没有说这个尺度啊，就都上了，于是就出现了很多的戏，反应比较强烈的现在都下架了，现在重新已经这个事儿已经定了。本来我也是要提这样的一个提案的，但是这个之前已经解决了，以后就是得一样的，就是先审批，先报批，报批完了以后制作完了以后审查，审查完了以后上线，没有再说是你自己想拍什么拍什么，拍完你就往上上，没有了。现在他现在那个呢，还不是正式的。正式，这是广电总局电视司司长。他是在一个新闻发布会。啊，不是，正是行业内的那个，不是那个哈，不是说现在有两个，现在还出了一个另外一个，就是行业内的一个，就是提示你说电视剧你什么拍什么不能拍，这是属于行业的。我刚。